居然收到了妈妈给我的礼物。我今天一大早收到了一箱快递，很重，然后打开发现是从海南寄过来的，然后一问是我妈寄过来的。我妈给我从海南寄回来好多木瓜，说那边的木瓜特别好吃。最近妈妈去海南玩了，然后没想到她居然给我3月8号刚好收到了她的节日礼物。哎呀，可是她不在我身边，所以我现在要打个电话过去啊，给她送上我当日的祝福。侬现在来干啥的？侬叫我现在来一个来宾馆的。哦，没出去啊？夜里没出去吃饭吗？我已经吃过了。哦，刚早吃好了。妈妈，等一下夜里再吃呢。今天不是38妇女节嘛，对吧？就是跟你连线一下，我看你给我发的视频老开心的嘛，你们这帮那个金花们啊，老阿姨们。今天什么节日啊？你大吃大喝。今天38，你大吃大喝啊？刚刚吃好清补凉，你又大颗大颗，你又吃来吃。大吃冷饮。哦，大吃冷饮，刚刚吃了一个清补凉，你现在又要吃了对吧？对啊。好，我也来。我也加入你的队伍，受你的影响。乘凉哦，你在乘凉。那快点吃点猴子清补凉。清补凉。猴子清补凉，猴子清补凉。你人不在嘛，又不能请你吃饭了，是不是啦？那只能跟你发个视频，你自己在那边吃的开心一点，对吧？有胖了吧？对呀、啊，胖了。又胖了。啊。就天天吃喝，那么出去整天逛啊什么的，不会胖的嘛？就一直吃。好困哦，7点多钟到我这边跑，一天我不得干。吃力对吧？吃力。啊。哎，你帮我寄的这个是木瓜是不啦？哎，已经收到了呀。哎，不过女的吃老好呀，所以我吃了嘛，想到侬呀，快点把侬寄。哎，到了上海熟了吧？搿看不出来呀，外头，我看外头还可以嘛。侬吃辰光呢，屋里向不是牛奶的嘛，侬不一再量。屋里向牛奶老多哦，来了地下室对吧？一只叫转弯角，转弯角搿是门里向，牛奶有辣盖。好的。晓得伐？好。好的啊，我就倒眼，再一半倒眼牛奶，我来吃。好吧。好啊。啊，好嘞。好的。那就这样了。好的，再会。再见了。再见了。